大家好，我是严旭明，来自新北市新店。目前呢，经营爱多美已经两年的时间。透过爱多美这个工具呢，已经让我的生活品质获得了不少的提升。举个例来说，两年前我只能带孩子到大安的大安森林公园玩沙子，玩那个溜滑梯。可是两年后的现在呢，我可以带他到金华城去玩骑士堡，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说明。接下来我要分享我的人生规划。在于事业方面，我目前的位阶是钻石大师。在今年的12月31日前，我希望在左右各培养一名钻石大师，协助他们成功，也让我的事业发展更顺利。关于孝道方面，我的父母呢目前住在南部，而我跟太太呢住在北部。那目前我觉得我能做到的地方，就是好好的让我的爱多美事业呢稳健发展，然后让我的父母呢不要担心，让我可以照顾好家庭孩子。那关于教育方面，我希望儿子能够探索各式的潜能，所以希望他在小学的时候能接受开放式的教育。在于旅游方面，我想要在今年的12月25号圣诞节的时候，带着妻小去迪士尼乐园看一看，因为我的小孩很想跟那个 Mickey 用英文对话，所以想想爸爸今年一定会带你去迪士尼乐园。谢谢大家。然后车子呢，因为目前在台北，大家知道大众交通系统发展得非常的便利，所以目前我只有一台摩托车，但是我的太太呢一直希望我有一台汽车可以用，在假日的时候可以带着全家出游，所以我设定在2019年的12月底之前，可以买一台100万以内的2000cc 的国产车，利用假日的时候带全家一起去出游。那我们在爱多美成功的速度一定要大于父母衰老的速度，各位伙伴们，我们一定要一起努力，一起加油，在爱多美发展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，为父母争光，替祖先增添光彩。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的掌声。我是来自新北市，我住土城。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才给我这个机会上台来分享我的人生规划。我曾经当过民意代表10几年，也是曾经是台北县的县议员。那谢谢。那在我的生活里面呢，相信有很多我的朋友在做直销业，常常有我的朋友来，议员议员，不好意思啦，我这个月哈业绩欠很多，你可不可以捧场一下？所以呢，我变成了捧场部队，常常家里啊有很多的直销的东西啊在家里面出现。一个来我就捧场一个，一个来我就捧场一个，常常把家里堆得像什么一样，很多的那个保养品，不然就是保健食品，非常的多。那后来呢，在4年前，其实已经有人来跟我分享过爱多美，但是呢，当时可能是眼睛有业障，看不懂啊，那个爱多美有什么好做，所以呢错过了机会。但是呢我的上线常常跟我讲只要你肯做，永远都不嫌晚那直到呢去年我的好朋友杨涵英校长是我的上线，他来找我我才重新又来加入了爱多美。
从去年的那个九月至现在，我每一场的我们的成功学院我都有来参加。谢谢谢谢。那我这一期呢我在挑战我的那个销售大师，到已经快一个礼拜了，即将达成目的了。希望呢能够下一次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已经是钻石大师了，好不好？谢谢哈，大家一起加油哈。那来分享一下我的生活规划哈。房子的部分，我目前是住在一个透天的，也是独栋的，但是是在大马路旁边，那个空气品质非常的不好，因为公车很多，就在那个土城的德林科技大学旁边，公车，差不多有五六种以上，所以呢车辆非常的多，常常是房子的门都不能，窗户都不能打开。那我预计呢等我，过几年之后成功了，我希望能够买一个农地来盖一个透天的房子，有50坪以上，能够前面有花园，后面有一个休闲的开心农场能够让我们一家人都同住在一起。那再来车子的部分，车子的部分我目前开的是一个比较旧的了，已经十几年的车龄了，希望再过两年之后我能够来买一部曼祖的修理车，能够跟我们伙伴，一起来爱多美打拼，在爱多美来上，在我们的同伙伴的能够来上课，一起来分享，一起来成功。那至于呢孝道部分，孝道部分我的妈妈已经年事已高，我希望我的妈妈能够身体，能够非常的好，希望每个月能够买我们的黑猫饮，我们的蜂蜜饮以及益生菌来保养，我母亲的身体，让她能够，健健康康，能够长命百寿百岁，再来，公益的部分，我希望说我如果有能力，我希望能够每个月都能够捐个3000块，来做公益活动，帮助，我们弱势的一些好朋友。以上，简单报告到这边，时间已经到了，谢谢大家。各位爱多美优秀的老板大家好，必姓刘德华的刘，扭转乾坤的坤，大家做会冲的冲，来自台中丰原中心。首先感恩胡安吉董事长创立全球第一网络团购公司，请给董事长一个感恩的掌声，谢谢大家。接下来我要分享我的人生剧本。在健康方面，第一点就是要每天吃蜂蜜饮、益生菌、叶黄素、鱼油、谷物饮。然后第二点就是每周运动2小时，打羽毛球。在学习方面，每周四晚上带两位伙伴进中心学习，每月一日去带两位伙伴去学习，每月带两位伙伴参加成功学院。在孝道方面，因父母爷爷奶奶都去西方极乐世界了，上销售大师时给岳父岳母吃蜂蜜，每月各一盒。然后在事业方面，今年的8月上销售大师，谢谢大家。在201912月前上钻石大师，然后2020年12月上玫瑰大师，2021年12月前上星光大师，2022年12月前上皇家大师。谢谢大家。再来，旅游方面，2019年2月，我要带老婆跟宝贝儿子去芬兰找圣诞老人观赏极光。在名车方面呢，目前是开福特修理车。2021年2月，我要买 BMW X1 修理车，大概200万。
在房子方面呢，第一点呢，我就非常感恩父母哈，爷爷奶奶好辛苦一辈子，留给我们两兄弟一栋房子。再来，2023年的2月，我要买2000万透天的，地点在丰原。最后，在贡献方面，每天捐一张发票，不要小看每天捐一张发票。习惯手心向下，以后你会更多。当你上尊网的时候，你可以拿1/10出来帮助人家。谢谢大家。那第二点就是，平均月收入10万时，每月捐5000元给孤儿院。最后，我是在3年半前就捧场加入了，但是因为业障太深，半年前才进教室进这边学习，对，然后3个月认真努力，目前推荐33位伙伴，谢谢。我每天的目标就是2位，如果没有2位，就是睡火车站，或是公园。最后，爱多美呢是百年难得的大商机，大家一定要看懂，再不看懂就是下辈子了。对，那在爱多美拼个1年，可以富3代。对，最后就是，我们一定可以在爱多美实现我们的梦想。谢谢大家。